咱老市那电书院107年文书班成果展，12月7日伫南投县政府文管局艺术家资料馆隆重展开。除了有书画展览以外，也有各家的演奏甲诗词吟唱的表演，展现传统文书迷人的风情以及文化传承的意义。即组展期甲12号为止，主办单位也欢迎乡亲大家会当踊跃前往参观。各各班的学员充满信心，展现一年来学习的成果。为成绩一学就是几廿年。那电视院这处是伫广府文化局艺术家资料馆办理107年文书班的毕业式，以及年度成果展，唔有动态表演，嘛有各项静态展示。我那电视呢是一个3级的高职嘞，所以咱办只文书的活动呢，用讲办20多年啊。哦啊，成果真好啊咧！啊，遮真侪拢退休的，遮哦各阶层的哦，属拢共享啊咧。那电视院自1988年开始就成立文书鉴识班，课程内容包括传统诗学、诗词吟唱、国家国歌、书法甲书读班等，拢是邀请到知名的老师来开班授课。推荐给大家，让大家在这个下班后。或这个是平时的一个娱乐，好，我把它当作是娱乐，是因为我认为说，我学的是国乐班的二胡，我对这个乐器呢其实是很喜欢的。他们所聘请到的师资啊，也都是一时之选，所以呢，在蓝田书院的研习班教出来的学生啊，个个啊也都是技艺精湛啊。那同时呢，他们长时间呢也举办了书法比赛。像写生比赛等等，那未来呢，我们政府部门呢也会再多跟相关的民间的单位跟团体哈、哦，继续来把这个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向下扎根。我这每年呢，拢差不多是咱过年过，哦，超伫3月遐来开课啊呢，啊一年的时间啊呢，啊真欢迎咱南投市哦啊咱家哦乡亲。台顶咧来参悟，来拿电视来参加这真有意义的文书汉学班。就着拿电视院文书鉴识班，除了互喜欢传统文书的民众会当结合起来，共同认识探讨，嘛互传统艺文会当传承并扩扬出去。记者林世昌报道。